如果他想要和平统一中国台湾变成一个，你愿意吗？我可以回答不接受。没什么差，可能表面上会，但是觉得心里应该不太行。打过来了，那你第一个会做的事是什么？奶奶，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啊，他既然这样对我们，我们也不客气啊。Today we are at 金门 ，and we are going to test people to see whether or not they know about 金门。你好，请问你是金门人吗？台南。高雄半一半，平常没有在金门。台北、台南，我是在地人。台北人，台中是，我是当地人，我是金门人。哎、欸，他是台南人。你有听说那个中国想要收服台湾？那是很久以前的事。没有，没有。有啊，有，有啊。哦，有。有吧？有，有。如果他想要和平统一中国台湾，变成一个，你愿意吗？不要，保持现状就好。我不愿意，不予置评。随便 ，OK， 我可以回答不接受。啊、台湾就是这样，言论自由。没什么差。可能表面上会，但是觉得心里应该不太行。可以，不太愿意。打过来了，那你第一个会做的事是什么？卷款而逃。奶奶。跟他打了，到时候再说。跑去防空洞，没有防空洞。对，金门有很多防空洞。武器躲应该没有功能了吧？好啊。拥抱他们。对。就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啊，他既然这样对我们，我们也不客气啊。你会上战场这样吗？如果我有这个能力，我会。就应该跑走。金门的特产是什么？蛤蜊。我是海獭，海獭。海。对啦。平常可以买到吃的，或者是什么纪念品？风师爷的。公司也没办法带回家。高粱酒、贡糖、高粱、牛肉干、贡糖、面线、面线、菜刀、高粱酒。偶尔，贡糖、高粱酒、面线、菜刀，要讲几个 ？OK， 没有这样就够。金门的守护神叫什么？金蛇王子吗？忘记了。风师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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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知道吗？知道。风师爷，风师爷，风师爷，风师爷。金门隶属于中华民国的什么省？这是福建省吗？福建省。福建。福建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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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金门最高的山叫什么？太武山吗？太武山吗？对，太武山吗？你是在问我吗？太武山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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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武山吗？太武山，太武山。金门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动物是什么？啊，哪个提示器？你在路上的时候会有路标说小心有。是松鼠吗？求救了。水獭。水獭。马。长得很可爱的那个吗？水什么？水獭吗？水獭吧。后不是保育类动物。是吧？后不能吃啊。后还是要。后海獭也是啊，一种这个后对海獭，快点，水獭，水獭，答案吗？水獭是你的最终答案吗？对对对对，水獭，水獭，水獭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什么错了？等一下，得到奖品了，恭喜你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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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金门牛肉面。耶、yeah. ！好，恭喜你们，恭喜恭喜 ！OK， 来送给你，恭喜你！你有看过这个吗？有。对、okay, 我们恭喜这位得主，耶、yeah. ！耶、yeah. ！谢谢。我们恭喜他们获得金门的牛肉面，耶、yeah. ！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